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XIFU 线上网剧不打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Zotac 的摊位，在我身旁的是 Zotac 的行销 Vicky。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那这是 XIFU 线上网剧，Vicky 将会为各位观众介绍他们家的产品。Zotac 是全球知名的显示卡公司，我们有显卡三冠王之称。那么显卡三冠王是哪三冠王呢？Zotac 显卡三冠王分别是堆料王、散热王跟效能王。Zotac 堆料网有16+4项的电源设计，能将电源负荷分散，使系统在高负载运行下仍能保持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增加显卡的寿命，降低故障的风险。Zotac 显卡散热网，我们的三个风扇的显示卡有5根8厘米的铜质散热导管。两个风扇的显示卡有3根6厘米的铜质散热导管，搭配更厚的铝制散热鳍片和全新的风扇旋转出来的气流，能将热力从硬件核心中带走。Zotac 显卡效能王，我们显示卡的核心时脉是同级别中的第一名。那至于其他的品牌，我也不好意思说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查。OK， 这里 Zotac 也准备了影片，请导播帮忙播放。看完影片之后，想必各位玩家都对 Zotac 的显卡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你们还有一个产品线叫做 Amp， 那又跟一般的产品线有什么不一样呢？ Zotac Amp 系列的显示卡是同级中的高阶高规显示卡，每一片晶片都是精挑细选选出来的，同时也有预先超频，所以是效能更强、速度更快、性能更好的显示卡。那关于 Amp 系列， Zotac 也准备了影片，请导播帮忙播放。以这一款呢 ，Amp Extreme Core 来说，有全新的 Spectra 2.0 RGB 灯效，玩家可以自定义上面的 LED 灯。那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呢，也可以让你就是体验自定义灯的效果。OK， 这次邀请到 Zotac 参加线上网剧，当然也会帮大家争取一些好康的啊。只要记下厂商专属的通关密语，记得在 XIFU 活动页面点选相对应的随档考，就可以参加咯。那 Vicky， 这次我们专属通关密语是 Zotac Gaming Live to Game。Zotac Gaming Live to Game。
那这次送的奖品是什么呢？我们这次送的奖品是 Zotac Gaming GTX 1650 4GB DDR6， 是最新的哦。对，是那个老黄切很多刀的那个最新的 GDDR6 版本，非常适合入门电竞玩家。大家都记住了吗？但别急着关影片，随堂考后还会有两道题目，看完所有的介绍才会知道答案哦。Zotac 显示卡呢，除了硬体规格很好以外，在台湾的售后服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Zotac 全系列的显示卡皆有3年的保固，只要上我们的 Zotac 官网 zotac.com，zotac.com， 我们的官网注册呢，一般系列的显示卡皆有加1年的延长保固，而 AMP 系列的显示卡呢，有加2年的延长保固。所以消费者们要记得到 Zotac 官网注册，才会有加1年或加2年的延长保固哦。没错。而凡是购买联强代理的 Zotac 显示卡，皆有在全台10个联强的维修据点可以做现场的快速维修。而今年5月起呢，联强也增加了显卡到府取件的服务。如果你不方便前往联强的服务据点呢，可以拨打客服专线02-2508-0055-9，就会有专员为你安排到府取件的服务哦。OK， 最后来跟大家介绍我前面这台专门为暑假想组新电脑的玩家们准备的套装机。它的 CPU 处理器是 Intel 最新时代 i5-10400-6C12T， 主机板方面则是华硕 Tough Gaming B460M Plus， 机体方面则是用一条金士顿的 8GB DDR4-3200， 储存方面则分别有 M.2 的 SSD Intel 620P256G 以及希捷的 HDD ETB， 机壳方面则是使用 Apex Gaming K1 玻璃侧透的机壳，电工方面则是乔威的550瓦铜牌。那显示卡方面就麻烦 Vicky 替我们介绍啦。显示卡部分呢，可以自由搭配有 RTX 2060 OC， 或者是 GTX 1660 Super Twin Fan， 或者是 GTX 1650 Amp DDR6， 这三个显示卡可以选择。这三个显示卡分别对应入门电竞玩家，或想要玩一点 3A 大作的玩家，或者是想流畅顺跑 3A 大作游戏，可以说是照顾到不同的层面。那这台主机大概什么时候开卖呢？哎，在这边先卖个关子，等到7月底的时候呢 ，XF 的线上网剧直播，我就会告诉大家最优惠的暑期促销。哇，最优惠听起来真令人期待呢！以上就是这次 Zotac 摊位介绍，各位玩家都记住了吗？而这次厂商提供 GTX 1650 GDDR6 当做抽奖的奖品，各位玩家可以到 XF 线上网剧活动的专页回答问题，并参加抽奖。也别忘记7月25和16号是 XF 线上网剧的正式直播。到时候会有更多新品资讯要分享给大家，不想错过的话，别忘订阅 XF 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最后，谢谢 Zotac 的行销 Vicky， 也谢谢各位玩家的收看。XF 线上网剧不打烊，摊位选你，我们下次见，拜拜。